你无代无志，叫休困是要创啥？哎，李伟上班到今嘛，已经无闲几啊点钟啊呢，连中昼顿拢无去食。你这个人是不是不知影什么叫做是休困啊？阿公有，你一届交代我这么侪代志，我是要安怎消化？那呢？你会当甲我讲啊？你敢有时间和我讲？你无？对，我无。阿唔过，你敢会对你的头家受过无礼貌啊？哈？哦，你这人就是需要强制关机啊！那无你就会甲家己忝死。啊，你看，你休困一下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嘛是拢做完啊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工课无做了，我都休困嘛。我拜托你，你敢会当卖这么紧啊？你若是这么紧，身躯边的人嘛足艰苦的。拜托你，帮你家己耍，嘛帮我耍，好不？美少女战士，你起码学对恁头家讲道理啊！我啥物话拢甲杜世明讲啊，我敢搁会惊你？卖甲家己想甲这尔重要，这个世界就算无你这个人，地球暖化嘛袂较好。阿哥有，你若是继续安尼吵落落去哦，你的身体会先拍歹去啊！哦，你是要甲我碰死啊？哎，生命就是在甲你讲，什么叫做是食紧弄破我，所有代志拢爱慢慢来。因爸除了做文工以外，你还搞其他工？无啊。哪里之前的？自我有印象，伊就拢伫咧庙里服务啊。那恁有敢有其他的乡亲兄弟？啊，是有人讲过，伊就参像一个歌星啦。是讲总经理，恁哪会雄雄对阮爸这么好奇啊？爸爸，你敢袂当替阮总经理受惊？啊，无就无钱买伤惊，还是免啦。阿伯，无啦，因为拄只咧开车的时阵，我雄雄受着阮爸一时失神，差一点仔就出车祸。嘿，我哪会这么无细腻啊？啊，奶奶你爸呢？啊，跟我爸无关系。哦。伊足早就过身啊。啊，不过最近我拄着一个跟我爸岁数一模一样的人，所以我唔知咧想，敢会是同一个？啊，无可能啦！这个世间哦，除了相亲啊以外，无可能一模一样的。你可能哦，小可思量恁爸。是啊，嘛是有可能。毕竟我爸是受着王永嘉的关心的。啊，因为这件代志，我心中有真大遗憾，一直到今嘛，还阁无都放袂记。伊这生来哦，是无做啥物啦。啊，若要离开。嘛，免想要早走啥物，安尼固执、计较、用心机，凄凄惨惨的过一生，到尾你会忍气气。啊，这世间哦，唯一会当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叫做善良。